而且好像可以线上对战哦，真的。Normal 大台模式，哇，这历代人物都有哎，这已经是地狱变的霸王丸哎，斩红狼是谁啊？贝尼呼吗？纳考露露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哎，干，有些我没看过哎。不要跟我说是信长啊！天草四郎，那个脚那个步伐好屌哦，神奇步伐，再看一次，哎、欸，好酷好酷、哦！这好像是 BOSS 是不是？信短，这是拿弓箭的，好，我有印象，但是不知道是谁。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一代啊？这不是大集合吧？零代是完全是新的吧？花风院这个，这个好像是之前老头的徒弟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是什么难度啊？我刚刚被一刀劈了他快三分之一了。男人只需要挥大刀就好了。一本。二本目。勝負。あらくらを打とう。あらくらか。斬三角。狗雷之战，靠北，他的地震太远太远了吧？这绝招有像以前一样吗？可以让我稍微看一下吗？没得看哦，哦，有啦。人物变两半一定有啦。拱月之战，吊三小干。哇，他们弹刀好准的。点啊！你大妈再录一次，怎么放好忘了？哦，哦，这个这大姐好好简单哦。日本目，勝負。这关音乐怎么那么烂呢、啊？啊，变两半了。哎，没有。二代是武器坏掉，仪器系统。哎，我再看一次啊。这是我要破了哦、喔，干！死狗妈的，先吃我一刀！哦哦。鬼之战！三刀就要死，四魂，这就是四魂，有没有？日本目，
靠北啊，但他还没开始，他给我一刀。我还跳开嘞，好有趣。What the fuck？ 哇哇哇！看别死啊！龙鳞之战，凶魔力啊！剑柄撞下，然后人就飞墙壁，然后直接撞死。好，林带的立绘看起来好帅哦！一座金桥里，一碰面，凶魔力，戳杀小。不要跳，不要跳！我跟你讲，靠北啊，这家伙！毒。另外一个大局要怎么放？叠死！夏洛特是一代初学者很喜欢用的角色，因为他就一直乱画，是不是？然后一直这样戳嘛，没错嘛。没错吧？日本目，勝負！靠北啊！让你看看男人怎么玩赤魂的。我的攻击只有重砍。干！有时候少，有时候多，哎，感觉是也是有那种 counter 系统在，他就是写技有没有？波三小，我操！哦。断肢中。不能爆衣啦，只能断肢而已。这个游戏哪有什么爆衣不爆衣啊？这游戏直接插变两半了。男人就是只有重砍，我操，被打的！妈的！バクエンリュウ。威力有时候不太够啊。哦，哇，好少！他现在用刀，用手来当我的刀了。林代是几年的作品啊？我突然想到，大部分人都是玩到斩红狼那一代，对不对？斩红那一代算最好玩的。靠背啊！这忍者太会弹刀了。技术太高了。无双斩红狼是 SP， 那是林代比较前还是斩红狼？
天下无尽战。挥大刀，噬魂就是挥大刀。看他妈的魔鬼步伐！这到底是谁啊？神不雷神！水邪是谁啊？水月，水月不是这只吧？还是他们的解放状态之类的？靠！他妈霸王要生气了！他可以自动的做出防御状态啊！有火的也有啊，有普通版跟不知道是冲他小的状态，好像看起来好像暴走状态这样。比速动作太多了。哇，那这个草攻击撸我的脚，我只有重砍啊，哇！そして被步伐踩死。接关接关，换一只换一只。橘右京，怎么样？这是贝尼户没错吧？哎呦，这只好像也是 BOSS 级，对不对？我是要看一下列表，等一下哦。魔界转身，这一代已经统一大决的释放方式了吗？不是哦，不是贝尼呼哦，罗将神是谁啊？马小干。炸的就算了，炸那么高。我觉得这次好像有点难用啊。在抓的时候好恐怖哦！这次其实我让我想到天草四郎，可是天草四郎比较屌。妈的，他这个吐的火好烦哦，然后他又一直喜欢一直吐。哇，干掉死了！
经常有砍出人造人。三本目，勝負。这只的重砍比霸王丸还没空隙，我干嘛一定要选霸王丸去砍重砍？霸王丸虽然，但也不是说威力强啊，霸王丸就是他妈的空隙特别大。我刚刚选一些屌角色一起一直按重砍，悲鸣怨念嫉妒愤怒憎恶争乱杀死，怎么那么快就打天草了？いざ尋常に一本目勝負。好悲啊！大林老师。林老师穿得好帅啊。妈的两个不知道是男是女的在那边互砍。キ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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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本目。勝負。不要再变来变去了，好不好？哇！好悲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都不知道到底在放什么东西、欸。这些角色都不男不女。三本目。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他啵嘴巴的声音了？干，真的要死了。中了会上下相反，你们怎么知道？你们玩很大哦。这时候换只了，信长哎、欸，这真的是信长吗？地神乐、独兜乐哦，不是信长哦。我旺旺旺，我是旺旺，宝藏院不知道，随便了。旺旺先辈，一本目，勝負。受けてみよう。What the fuck？ 何？求美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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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的兵器都超长哎、欸，说真的。招亲，出力啊！受けてみる。何しに来たの？努力。让他们小公鸡一直吐我好不好啦？这也是 BOSS 角、哦。天草虽然这关完全没有音乐。二本目。勝負。努力。其实我觉得天草的球速度其实比刀剑还快呢。这只的刀砍完之后，天草的轻攻击还是中攻击可以直接打空隙，我完全收不回来，会被直接被 K 到这样。但是它距离很长，对不对？变成说一定都有好有坏这样吗？外咖颜色。いざ尋常に一本目勝負。
他怎么这么的？他好强！日本完全勝利。他好强哦！哇，这在跟拿枪的打一样哎。我到底要飞起来？What the fuck？ 什么？他的结界之类的？宝贝，我要死啦！看我要，我要继续用我的重砍呢。怎么这么少啊？鸡巴不要一直乱动了。打不过就加入他。阿金只会跳砍跟重砍。当然啦、啊，要不然你玩噬魂还要什么技术？我他妈我就只会重砍而已。这样还没死哦！干，再捡！爽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这个救世主为什么要向我拔刀？要杀我之类的？啊！这次就最后一只哦！不对吧？那我选人的时候这么多角色，到底是冲他小？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不可能啊，太快了吧！零的 BOSS 是天朝。那斩红狼那一代人物不是比较多吗？我感觉好像只打了五六只就直接 BOSS 了，然后就没了。所以还是三代好玩，打好打满。那零代怎么这么的突然呢、啊？いざ尋常に一本目勝負。争霸玩玩。你好像一场都不输，是可以打到后面更一支这样子吗？这样不对啊！那我忘是哪一代的王啊？图利亚，图利亚！林代。可是我没有遇到他哎、欸，就是真的一关都不能接关就对了。干！要用绝密奥义才能打到下一个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天草四郎要用绝密奥义杀他哦！
剪，剪，剪。俺に勝てる夢でも見たか？终结技代表说每一只敌人你都要终结技，这也太烦了吧！いざ尋常に一本目。而且打了又不一定死。帅这样嘞，妈的！他头上刺了一刀，没有死。罗刹丸，罗刹丸，只有天草才要这样啊！这罗刹丸好狠哦！你看他劈人，有没有一种很邪恶、很冷酷的感觉？有没有？你们现在玩的格斗游戏有噬魂这种感觉吗？いざ尋常に一本目勝負。这是反击技啊！妈的，再放！哇！噬魂队不会玩的人太残酷了。你就看我跟我一样玩，一直按重砍，你就可以过关了。绝命要先取一胜，对手血量低。然后呢？三本目，勝負。我完全不知道绝命怎么用哎。德川要每招都砍到一次人，拔出第七把刀。这太难了啦，乱七八糟的。他为什么要一直向我这边走过来啊？干！水邪跟苍月好像是同一只吧？好像是封印前跟封印后吧？不是吗？完全不懂，靠背啊！太猛啦、啊！这些敌人，这不同角色为什么那么像啊？垃圾角，等下不玩了，这个先不玩了，怎么样？我真的没有想到说零代这么短就破了呢。要这样子想起来，是不是要去玩斩红狼那一代啊？就是有雨伞那一只，有没有印象？那一代我觉得打比较久啊，而且那一代最后一关玩就是斩红狼，没错吧？
然后再这样想起来，是不是有一只很像女仆装扮的，也是噬魂角色啊？就是白围裙，然后黑底的衣服，女生角，很像女仆。那个又是哪一代啊？这些旧游戏的代数真的感觉好混乱，不懂。也是零代啊，我怎么没看到他？难不成？难不成又是什么特殊打法？你可能要一命都不死，还是伤小？我搞不懂啊！六代，这游戏有这么多代？一语波，好乱哦，干超乱的，超乱的。我这样子一路这样打爆天草之后，斩红狼没遇到嘛，然后那个什么什么旺旺也没遇到，什么都没遇到，什么 SP 版有差吗 ？SP 版没有把这些该做的做进去哦。天下第一剑客传有比这一代还要更新吗？算了，下次再看看好了。零代 Special 跟零代是两件事情。搞不懂。反正就是觉得有点短而已啦，算了，我先把这个游戏关掉了。好不好？我还以为今天能够砍爽一下嘞，又没想到一下就破了。是我会错意，买错带了这样子。干。